今天去木材市场淘到一个金丝楠阴沉料木头，看着不错，给它加工成一个霸气的龙茶盘。龙在中国传统文化是权势、高贵、尊荣，又是幸运与成功的标志。首先我们把茶盘的边幅修好，然后把龙的造型做好。高速转，给龙头修一下细节。龙头已经完工，接下来我们就开盘，用这个六角刀给这个茶盘开盘。开好盘，接着就是打磨，现在是给茶盘打磨。打磨好之后，咱们就上个漆面就 OK 了。你喜欢什么样子的茶盘，也可以找我定制。